来旅游一般都是去市中心的 Don Quixote， 那给大家看一下乡下的 Don Quixote， 非常大。其实那大家来旅游去市中心的唐吉诃德一般都是面向游客的综合免税场所，那在乡下的唐吉诃德其实更像是一般的生活购物中心。当然乡下的唐吉诃德也会有游客喜欢买的各种化妆品，那除了化妆品之外，更多的是面向当地的日本人所需的各种生活用品。像这一片是锅碗瓢盆，还有大家喜欢买的各种保温杯，这边是各种各样的零食，而且很便宜，唐吉诃德经常有打折活动。这里也有各种各样的名牌包，当然不是白菜价，但也没有像专柜那样很精致的包装起来。唐吉诃德里面也有各种阿迪达斯、耐克的包包、鞋子和衣服，而且感觉经常在打折，要比外边其他地方买的要便宜很多。另外像是日本的优衣库之类卖的内衣内裤是非常贵的，但是在唐吉诃德基本上1000日元以内可以买到5-6条。